王总，你的意思就是说，东吴犯境也不必是真的，只要消息传回成都，丞相不在朝中，陛下自然就会宣旨，让大将军协调裁决。对，必定如此。一旦如此，本将军即可以备战东吴为由。 撤掉粮草，发往东吴前线，釜底抽薪。这是谋逆呀！将军明鉴，这就是整个计划的第三步。将军天纵奇才，运筹帷幄，丞相。 虽能用兵，在此情形之下，也必定是捉襟见肘，那此番北伐必定难以为继，狼狈收场。那丞相罔顾东吴，损兵折将也要贸然北伐，恩师，那这样，您在朝中的大业可成啊？ 风草院事成之后，标你首功，为大将军赴汤蹈火，我冯英在所不辞。 吃点吧。高唐明身为主龙，除了利用古筝这条线和曹魏联络，他肯定还有其他暗线，所以。 才会有人急于杀人灭口。理儿是这么个理儿。不过，就算有人潜入监视，那高唐明也不可能坐以待毙啊。有次提审高唐明你不在，他招供了刺杀李淼的全过程，你看看。只要你动不了，我就能万无一失的。 射中你。我知道，我这是犯了推断大忌。先预设结论，再去找证据。话说到这份上，熏头。 你心里想的该不会是冯草原吧？我就是放心不下他呀。你想想，在四门草里头能神不知鬼不觉的除掉高唐兵的，只能是他。看到高唐兵的死状，就想到李淼。当时除掉李淼，就是冯英的主意。 高唐斌这报应来的也太快了，这回我倒有点可怜他了。哦，对，我今日和冯英谈话的时候，看到他衣袖上好像沾了一些监视里内壁上的墙灰，但我又不能确定。 我找个由头进去仔细看看。好，来，一定要当心，放心。
双鹰此计甚毒，等于献上了丞相人头啊。你就当他是在报本将军的救命之恩。烛龙案事发，封英是第一责任人，他是怕落下个马谡的下场。当时将军保他，我还觉得意外，没想到果然受此蹊跷。此人不可重用，你也要小心一点。他冯绍敬也算丞相旧部，想不到竟能下此狠手。计是好计，等到楚克匹夫大军出发，江州那边就可以动起来了。好，我去江州亲自执行。不，你留在南郑，准备走第三步。是。哎，小月，慢行。辞职了。哎，你看，你是大将军的亲传弟子，又是世交，以后还希望辞职多多照拂。方参元客气了，今天您的献策真是功勋卓著，不出数月，成都庙堂之上必然会有翻新的景象，到时候还要冯草原多提携提携我才是。辞职了，你这人样样都好，就是太周全。啊，那我改正。冯草原。冯草原，裴旭求见。去哪儿？李哥，你还记得吗？杀死高堂敏的木片上缺了一角，这是在冯草原一宿上找到的。这是铁证，他经过高堂敏的监视。可是经过你一手，就不再是证据了。但是咱既然有了这证据，就不怕继续往下查了呀？再狡猾的狐狸，也总有露出马脚的时候。好，回头我找四师，好好聊聊这事儿。好。监军司梁简传来密报，诸葛亮已辞蜀地，趁东吴攻我，关中空虚之际，蜀军不日进入汉中。东吴有司马懿应对，不必担忧。但岐山一线兵力有些不足，等冯英让出位置，成功上位，蜀军的部署对我来说就是透明的，不足为患。五星道还有多少人？大概还有4000余人。我教虽一时受到重挫，但毕竟在汉中经营30余年，根基深厚。只要大魏援军一到，我就必效去策应。好，我需要你回一趟汉中。悉听恩公安排。陈宫除掉冯英，志在必得。司文曹荀许虽是陈宫的结义兄弟，但对这个案子盯得很紧。我担心不除掉此人，对陈宫可能是个隐患。五仙道覆灭，此人亦是首恶。陈宫是我大魏重要战略棋子，必须力保，不可输。你潜入南郑，
命陈宫除掉荀勋。他们是结义兄弟，陈宫又是重要棋子，为什么让陈宫去呢？我就是要他亲自杀掉荀勋。这里有三支金皮弩箭，上面沾有剧毒，见血封喉。恩公在上，王玉定不辱使命。小何，进来说。怎么，找我有事？没事，我就不能来找你啊？憋得慌，想来找你聊聊。好，你说我听。你知道我最近都在想什么吗？我也每天都在想月儿。不，咱们两个想的不一样。啊？我在想，干我们这一行真是没意思，没意思透了。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，人命如同草芥一般。有时候我真不明白，这世人打得你死我活到底是为何？为了幸福汉室，我们曾经说过，希望这不是一句空话。你知道吗？冯英派我去天水杀你，说的也是为了幸福汉室。高唐炳是冯英杀的。小何，我知道你一直怀疑冯英。我有证据。子明在冯英衣袖上发现的，最起码能证明高唐炳手里的木片是冯英掰下来的。我对比过，完全吻合。我也知道，这个不足以作为呈堂证供，但足以说明冯英是有问题的。你在这继续盯着，一个细节也别放过。我得去接荀道了。成都急报，丞相将率军出成都，七日后到南郑。主计室发个通报，让各司都进入战事状态，手里的事情也都停一下，为北伐让路。军谋司、司文司要做好准备，随时听从丞相调遣。好，还有，安排一下，我要去一趟新石峪。
青石玉。青石玉，赤岩峰上有一个修行多年的散仙，听说此人算命最准。姐夫说的是青云道人吧？他在赤岩峰修行少说也有20年了，据说道行深不可测。寺里最近不太平，想去算一卦。我这就去安排。啊，杨长史复出，他和李岩将军之间确实不好拿捏，是该好好算上一卦。嗯，去吧，把门带上。你要我做什么吧？人手要靠得住的。嗯，马生和廖慧死后，金安寺换血，盯梢本寺曹院这种事儿，非绝对心腹不可大事相托。嗯，况且也不是我这个级别能擅自主张的。你也是刚走马上任，我知道你为难，但这个案子要让我放手，我怎么能对得起月儿在天之灵啊？好，我去找马大将军，为你借调一支侍卫精锐，一定不被冯英染后果的，你放心。还需要一个心腹得力之人，必须懂得追踪之术。子民不行吗？他只能顾得了一头啊，况且我现在也离不开他呀。还有另一头。我从天水返回时，在武都附近救起过一个姑娘。啊，柳姑娘。啊，对。盯她干嘛？我就是起了些疑心，她出现的时机太过于巧合了。那她有什么异常吗？没有。也正是因为这样，我更不放心啊。小何啊，小何，太医生意外了。哎，你怎么就不信呢？之前我托他救过一次冯英，这个你也知道。嗯。可那次行动他太出色了，绝非一个普通女子所能为。若非接受过严格的训练，怎么可能会有这样的胆色和能力啊？哼。仗义每多屠狗辈，负心都是读书人。花街柳巷里面就不能出一个侠义之女？这样的话你也信吗，司职？你我都是过来人，对前夫间谍的这种直觉不是凭空浮现的。更何况冯英把他献给了李岩将军，在城南置办了一套豪宅金屋藏娇。你不会连李岩将军也怀疑了吧？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，知道了，你吃醋了。什么？我跟你说正事儿。我也说的正事儿啊。把这一切串联起来想，太让我不安了。小何，我见过一次柳姑娘，真绝色。你这风流浪子，在紫烟阁里见过太正常了。但奇怪的是冯英啊，他让柳姑娘接近李岩将军，必有所图。跟这么一个绝色的女子有段奇遇，小何。你不会对他存了点意思吧？有没有？有有，我要说一点没有你肯定也不信。但我一想起他祸有背景，我是真的不敢多一点心思啊。好，如果你对冯英和柳姑娘的判断和怀疑是真的，那确实冯英千方百计让柳姑娘接近李岩将军，也绝非偶然。所谋者大。再往前推一步，如果冯英和郭槐真的存在秘密交易，那他们之间肯定有一条交易渠道。你怀疑柳姑娘是冯英的情报线？得查查。怎么查？放出钓饵，引他出手。如果我的推测都是对的，那这次丞相北伐，冯英必有行动。哎，
好了好了，你说什么我就做什么吧。得派个心腹之人盯死柳姑娘。林良你还记得吗？他也来南郑了。之前我在天水的鼠蝶身份暴露了之后，他就藏匿了山林。前段时间不是中了暗了了吗？我就让他回南郑来了。他今天晚上刚好到。够机灵，够忠心，我把他留给你用吧。太好了。嗯。平东，我来见你了。哎，子明，过来扶一下。来，慢点。小何，丞相北伐在即，诸事繁荣，你一定要小心行事。我知道。小何，柳姑娘，去。慢点啊。林先生，别来无恙。你我现在是一条船上的人，何必如此紧张？你来做什么？奉郭槐郭刺史之命，拜见烛龙大人。莫非是郭槐刺史告知？兄弟也不知，圣姑竟然是陈曹院发妻。倒是要请陈曹院多多海涵。你是要跟我算旧账？岂敢！狄月死于我手。武仙道也因陈曹院而覆灭，你我算扯平了。不过兄弟此来，还有一事，是受郭槐郭刺史亲口密令，要为陈曹院扫清隐患。刺杀荀彧，我真的没有袒护陈宫的意思，只是陈宫都已经走到这一步了，万一出了三长两短，让别人留下把柄，我们岂不是前功尽弃的？人心难测，尤其是这个行当，我们下了这么大一盘棋，陈宫是奇眼，所以我们要万般小心。一定啊，这世界上最容易变的就是人。你想成就大业，就不能相信任何人，永远要把握住主动权。你想想，陈宫灭掉冯英，掌握了司文草，大权在握，到时候他会像断了线的风筝，我们对他完全失控。他有什么想法，
再正常不过了。如果他成了第二个冯英，那这些年我们的努力不是在给他人做嫁衣吗？侄儿明白，许许是他最后的投名状，就是让他没有退路，让他杀妻子、杀同僚、杀兄弟，到时候除了我大卫，他将不容于天下。玄四卫调查烛龙案情过于深入，早晚有一天会查到陈草院头上。怎么，陈草院有什么难言之处吗？如果这冯英落马之后，荀四卫又出事儿，难免引人怀疑，与我不利啊。我看，这恐怕是因为荀四卫是陈草院结拜兄弟的缘故。于公于私，我都不赞同。这可由不得陈草院了。郭槐刺史专门叮嘱，荀许必须死，而且要死于曹院之手。这里是三支金皮弩箭，见血封喉。陈曹院有百步穿杨之能，想必并不为难。佣人啊，贵在一个信任。郭刺史这么做，看来是信不过在下了。陈曹院，你想多了。郭槐刺史不过是爱惜陈曹院，要为曹院扫清隐患。草率行事，只会耽误金平大计。怎么会耽误呢？一切都为曹院准备好，不会在南郑城中动手，也绝不会让陈曹院有任何为难之处。西厢城外，不见不散。诸葛亮的大军已经离开了成都，不日要经过汉中，走陈仓道，这时势必要命我粮草跟进。定军山押送粮草有两条线可以选择：东线绕行，西线便捷。可是这次我们必须走东线，出大散关，穿沔水，走斜谷，经过五丈原抵达陈仓城外。大散关以南是我的管辖，你押送粮草，在大散关与魏延完成交割。将军高明，粮草交割完毕之后，不管出了什么问题，也与大将军无涉。魏延接受粮草之后，必然要走沔水石河口下游。可以安排四支在此掘开堤坝，引发山洪。何况大散关一线正值阴雨连绵，沔水泛滥，说是天灾也不为过。这个时候东吴的警巡在至，本将军调配军马粮草开往东吴一线，就是打场也万无一失。大将军思谋周详，算我一策。我们要给走东线找一个理由啊。马岱将军负责沿途关卡，
只要他发出警讯，冒称西线栈道遭遇泥石流损毁，短期无法修复，那么东线就成了船员粮草辎重唯一的选择。所以必须拿下马岱。马岱是马超从弟，当年随兄弃张鲁归顺，盖因马超英雄，担心先帝猜忌之苦，十余年来一直韬光养晦。六年前马孟起兵故，马岱又非丞相旧部，又为丞相所弃用，始终余不得志。将军，此事只需微虏招揽之意，马岱弃暗投明亦未可知。但愿如此，属下这就去安排。清园钟馗，朝露待日晞，阳春不得泽，万物生光辉。古人写的真好。人居一世间，物若风吹尘，春光虽好，不过转瞬即逝。小姐最近总是心中郁郁，有什么心事吗？没什么，只是觉得心里不得劲儿。我去凉亭歇息会儿，你帮我去后院口守着，别让人来打扰我。小姐现在可是大将军的心上之人，怎么会有人来打搅你？你个小女子，我去后院口等你。熏头，来。你说会来吗？他会来。案子这样推进，是不是有点太鲁莽了？没时间了。丞相北伐在即，心腹大患不除，早晚又是一个接听案。也是。冯英那头不会出什么岔子吧？放心吧。定死了。可你不觉得奇怪吗？以冯英的手段，那些证据都太过于明显了。我们看似掌握了许多，但实际上就像被人牵着鼻子走一样。还有四肢也是，我能推断出的疏漏，他为什么没有察觉？陈草原大概有什么难言之隐吧。我但愿吧。怎么样？哎，你去那边帮我盯着点。好，我走了。九月了，
刘姑娘，我之前听说你受伤了，没想到伤得这么严重，我该来看你的。谁跟你说？之前冯曹渊来见李严将军，我问起你，他说你伤了。我这次来是有些事要跟你讲。徐大哥，请说。之前我请柳姑娘帮我偷袭过冯曹渊的印信，无论出于何种原因，都是我利用了你。徐某万分后悔，等向柳姑娘致歉，但不求你能原谅我。快，徐大哥不必如此，我从未因这件事情感到困惑。可徐某深深地感到了困扰，若不是因为我，你就不用和冯曹渊走那么近，或许更不会去劫持李严将军。徐大哥，有些事柳云也是身不由己。身不由己，是啊，我知道。也正是因为这些事儿，让我想到。想到什么？想到柳姑娘，也许是为爹。计划启动之时，还望及时告知。这当然，如此大事，一个细节都不会疏漏。李严将军还有紧急军务，此间一切拜托。两位，告辞。起码半年，得白天晚上连轴转了。冯导演，我弄了点好茶，想请您品鉴一下。司职如此雅兴，敢不奉命？来，请。你可认得高堂炳？认得，高泽伟是紫烟阁的客人。我查过紫烟阁账目，高堂炳每个月都会去三次紫烟阁，而且只见你。怎么，是高思维的俸禄不够，见不得我？在你没来南城之前，他从来不去紫烟阁。高堂平，是曹魏打入我内部的间谍，唤作祝龙。一个间谍，每月如期三次去见同一个人，刘姑娘意味如何？徐大哥说的太过艰深。有影不动，他临死前告诉我，你是他接头人。我明白了，徐大哥之前所说的困惑，并非是指我结识了冯曹渊和李严将军，你是觉得我刘颖利用了你。是吗？你是否觉得，自从五都城外你救了我之后的种种，都是我故意设计为之的？我想听你告诉我，君大哥，你是否知道我对你的情意？我知道你定心有所感。难道这份情谊也是虚假的？
知道你虽只问为魏蝶，但你手上并无证据。但也无妨，鼠尾相争，你死我活，只能错身，绝不错过。荀大哥若以为我是魏蝶，累了，想歇口气了。